只大鸟从嘎嘎那儿飞进了树林。神鸟，走走。嗯，哎，这啊，一定是阿凡提出的馊主意。要是知道七彩宝石在咱们家，咱们就完了。哎，老爸。门里的。哎呀，渣渣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吗？嘎嘎，你怎么回来了呢？还没颁奖呢。还有奖呢，太好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哎哎哎，你得洗脸呢，嘎嘎，嘎嘎。老婆做的饭越来越香了，我送给嘎嘎，他也会给我双倍的金币，哈哈，有赚了。嘎嘎，阿姨妈要把饭给你做。哎，人都去哪儿了？嘎嘎，嘎嘎，渣渣。你确定没有人看见？你没听见那边在高声的喊吗？他们一定是在球场那儿踢球呢。哎呀妈呀，万一嘎嘎回来了发现没有了，会不会回忆咱们？说的有道理呀，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他怀疑不到咱们。什么办法？哎，我想想，我想想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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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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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救命！不行不行，什么不行啊？有办法啊！什么办法？物归原主。啊！好不容易拿回来的，你还想还回去？不是还给嘎嘎，是还给他真正的主人。嗯，真正的主人。哎，哇，我给你了，我给你了，我给你了，这个奖品
你别得意，要不是我失误，花鱼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不知道谁一直摇着尾巴，说自己是最好的守门员。明天我也参加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要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嘛啊！哎呀，八姨，这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啊？你们没有看见吗？有一只大鸟从嘎嘎那儿飞进了树林，尾巴好长啊，身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种颜色，七种颜色的羽毛，七彩神鸟。喜欢了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好可惜没有亲眼看到七彩神鸟。神鸟回来了，我们早晚会看到的。奶奶，怎么了？你把七彩宝石收起来了？你没给我呀？我就放这里了呀。那赶紧找找啊！神鸟，走！神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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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鸟在哪儿呢？我没看见呀。我也是。是不是让我们吓跑了？啊？不会吧？神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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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鸟。哎。什么？七彩宝石不见了？对呀，是啊，我们去拿奖品，回来就不见了。对呀，我听八姨说，有只神鸟从我们那儿飞出来，会不会被他给叼走了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这个神鸟咱们只是听说过，谁都没见过嘛。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呀。嗯，可是我们真的听到鸟的叫声了。对。嗯，那现在恐怕就有两件事情了。第一件，就是八一说七彩神鸟在这里出现过；第二件就是七彩宝石丢失了。而你们也只是怀疑七彩神鸟叼走了七彩宝石。八七，八七啊，这一回你的小小侦察队可要发挥作用了啊！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查询线索，首先要证明七彩神鸟确实是在这里出现过，然后才可以证明这个神鸟是否叼走了宝石。嗯，是。嘎嘎，到。丫丫，到。蛙驴，哎，到。秀英英，到。翟英英，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在部落以及附近每一个角落寻找神鸟的踪迹。嗯，可以问问居民，是否有人看见？嗯，如果神鸟真的来了，一定会有爪印，或者是羽毛。我们一定要。怎么没有想到呢？任何线索。好，出发。走。哎，阿凡提，阿凡提。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我干什么呀？你，嗯，哎呀，渣渣呀，这一次是嘎嘎锻炼的好机会。哎，你呀，就在旁边看着就行了。好，哎，哎，这，嘎嘎，嘎嘎，见了，走吧走吧，你们看什么呢？哎，那个神鸟。
鸟，神鸟，七彩神鸟！哎呀妈呀，我看见了，就在那边呢！哎呀，你在哪儿呢？姨父、姨妈，怎么只有你们看到了？那是因为啊，你姨父和姨妈的视力比我们所有人都好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我们视力好，对对，所以才看得到。那咱们就不用找了。既然神鸟来到部落，我们迟早会见到它的，对吧，八爷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姨妈，我怎么看不到呢？现在飞走了。哎，哪儿呢？没有爪印，嗯，也没有羽毛，嗯。神鸟，哎呦！神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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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，别吵！我刚才在擦车，我一扭头啊，不见了！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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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嘘，哪儿有什么神鸟啊？那是我叫的。你叫的？哎呀妈呀！老爸，可以呀，把我都给蒙住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继续，继续。你干什么去？继续看我的宝石啊！真是越看越喜欢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阿凡提老师，阿凡提老师，不可以见神鸟！神鸟，神鸟，神鸟！大家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啊！神鸟是可以飞行的，可是这些密集的爪印呢？对呀，它完全可以飞过树林，为什么要在这里来回走呢？这些爪印的方向好乱呀！这些不像神鸟，像是散养了好几只鸡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笑了，听我说啊，不管这些是不是神鸟的脚印，你们都把它们先清除掉啊。如果神鸟真的来的话，嗯，这样，我们啊铺一张网，如果真的是神鸟出现了，那就可以捕捉到它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继续叫去啊！八爷哥，八爷，哎呀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我说八爷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孩子们呢找神鸟找的太辛苦了，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饮料啊？啊？哎，好。你可不许收金币啊！啊，放心，肯定不收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八爷啊，你这个嗓子是怎么了？我天气太热了，嗓子有点发炎。发炎，那就要多喝水，少走动，少叫唤啊！不是。哎，那怎么爪印都没有了？啊，一定是我画的太浅了。阿凡提出的馊主意。
哎，你们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啊？我们去抓神鸟。哎呀，别去抓那个神鸟了，它都叫了一天了，你们也没看见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它就不叫了，快去睡觉吧，睡觉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，因为神鸟它也得睡觉嘛。太好了，终于又可以睡觉了。快去睡，快去睡。阿文迪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我当然知道的线索跟你们是一样多的了。哎呀，快去睡觉吧，明天还要做事情呢。啊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巴黎，我怎么觉得阿凡提老师胸有成竹的样子？是不是我们漏掉了什么？我们是小小侦探队，一定能查清楚的。快睡觉去吧啊！你们看，这么结实的网，神鸟也能逃走？不对呀，它如果从这个方向被网住，挣脱开后肯定是会飞走的。可是刚才的爪印看，它继续往树林外走。刚才的爪印旁边是不是有脚印？对，我跟阿凡提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给树浇过水。哦，如果有人经过那里，脚上一定会有泥土。对，对呀，那我们就查看部落每一个人的鞋子上是否有这样的泥土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哪去了？八爷啊，你这找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找什么，没找什么。哎呀，你怎么光着脚啊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一起床啊，我突然间发现我少了一只鞋。少了一只鞋？对。哎，八爷啊，你说你少了一只鞋，会不会跟那只神鸟有关系呢？啊？应该不会吧？鸟又不穿鞋。哎呀，这可难说呀！啊，昨天呢，我们不是设了一张网吗？啊，结果那个神鸟啊，就在网上咬了一个大洞啊。八吉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。是什么线索？在这个神鸟的爪痕旁边呢，竟然发现了一只鞋印啊！八吉发现鞋印了。说到八吉呀，你知道他现在有多聪明啊？他呀就把全部落居民所有的鞋印都收集起来，要做一个叫什么？叫这个鞋印比对。哎，太聪明了，我都想不到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帮着八吉做那个鞋印比对了啊！我走了啊，哎，再见。坏了，坏了，出事了！老婆，老婆，你在哪儿呢？老婆，这儿呢。哎呦！快给我！老婆，八吉，八吉已经拿我的鞋钱去做对比了。怪我太大意了，没注意到那个泥土是湿润的。要是知道七彩宝石在咱们家，咱们就完了。哎，老爸，好不容易拿回来的宝贝，你还真要还回去啊？你回来，老爸，回来呀！神鸟又还回来了？不是，我已经查出了。八亿的鞋底有树林里的泥土，并且脚印还一模一样。你记住啊，不管任何人跟你们说了任何话，千万不要轻易去相信，一定要眼见为实啊！啊！哎呀，就是八亿拿了七彩宝石，还编造出什么七彩神鸟来欺骗大家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你看看这宝石不是还回来了吗？这就说明他知道错了，这知错能改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呀？啊？哎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到。
换一个。他们喝了这么多杯饮料，一个金币都不给。我也不想，可是我答应阿凡提不收金币了。还有我的七彩宝石，你还有一元钞就成了。淡定，我已经想到办法把七彩宝石拿过来了，有办法。你想到办法了？对。什么破办法？老婆，八姨啊，这水都快喝光了，你再拿点来啊。注意配合，我要保护不漏。你应该怎么做呢？走。